해결 봐. 这边是最大号的，最大号的草莓。那边是一级级的，往这边越往这边越小。这边是最小号的。为了拍摄，为了看出明显来呢，我们拿最大的和最小的来比较一下。啊，现在在视频上能看出来，这个大的小的相差的非常大，分的非常好。草莓的话分的很均匀。你想。